法老做壁画，帮法老做圣庙的那些艺术家也算，法老王的大臣，法老王的那个军长啊，那个军队啊，部队的那个军长，他们都算了 啊，在这边的呢。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了色贝卢的陵墓啊，瑞珠的陵墓。贵族的陵墓有壁画吗？有，也保存的不错的，对。那个左手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小小的一个圣庙啊，就是拉米西斯二世国王的一座圣庙在这边啊。这个圣殿呢，一样的3000多年的呢。但是那个破坏比较严重啊，所以呢，在这边的观光客比较少。在前面一点，左手边可以看得到啊，两尊雕像啊。这两个雕像发现没有多久，已经修复过了。现在在考虑要留下在这边，还是要搬走啊？